表哥，我很快就能找到那个以前，能再给我几天时间？我说，孔老弟，你把字签了，对大家都好，何必受这么大罪呢？你说是不？不去抢，哎，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我这都是证据，法律都承认了。要给吴老板打个电话。打打打，打你个头啊！吴老板输了。就再给你三天时间，听明白了吗？哥，你呢？不是鱼。苦鱼的话我就想干嘛了。小逼咋的呗？涛哥，那勺啊，他早会做正常垃圾桶里的。也是。那瓦艺呢？瓦艺？哪有那种瓦艺？那小勺几会儿才会做正常垃圾桶？你看那也派电视剧了。那肯定是走投无路了呗。咋找着了？走吧。哎，老于，那个捡钱的混蛋找着了。他到底在哪儿？啊，你别管了，我把那个地址发你，你抓紧时间过来，啊，要不然那混蛋又跑了，快！好，发给你啊。嗯。
嗨。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师傅，停一下，师傅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师傅，停一下。他妈有病啊！滚！师傅，那个我车抛锚了，您能捎我一段吗？我刚报了警，警察还没来。什么？你报警了？啊，是，师傅，我有急事儿，您捎我一段行吗？你要上哪儿啊？要不这样，我就送你一段吧。行，谢谢你啊，你等我，我还有个包，我把包拿过来。得嘞。哎，站这儿，行李给我，外边冷，我帮你放，你上车吧。好好，上车上车。谢谢你啊，没事，车上暖和。好嘞好嘞，谢谢你。是吧？还是车里暖和吧。走啊，咱们走了。开始。大哥，这什么声音啊？小哥，没事儿，这是车的老毛病，要不我也不能让你那么早上车呢。啊。哎，你看。哎，小哥，没事儿，你等一下啊，我就看看。啊。朋友们，晚上好。今日凌晨5:46时，一名重大嫌疑犯人从我市中心监狱逃离，于下午16:25时，在逃跑途中绑架了一名市民，并抢劫一辆出租车。望广大市民朋友们出行注意安全。现警方已展开全面搜捕，如有线索，请及时致电546546552。别激动，小哥，还没到目的地呢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大哥，误会，误会，我什么没听见，什么没听见，大哥，大哥，我没看出来，你还是一个识时务的崽儿啊！走，大哥，往里跑。再跑，我他妈把你腿打折了！麻溜了，把裤子给我脱了。大哥，您不是求财的？怎么他妈那么啰嗦？大哥，那个给我点时间，这个对我挺重要的。那能不能？我不是那意思，我不是那意思。啊，手表啊。你还真是一个懂事的人啊！老实给我待着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想让这件事节外生枝，你也不想吧？明白，明白，是。
啊！我操！那个痛！我操！疼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敢他妈打我！进去跑，再去你老王毙了你！我们那个钱怎么了？说怎么找？我在包里放点追踪器，我能不能把钱找回来？哎呀，别杀我！大哥，你那小子开车跑路了。放心，孔云那小子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没看到他为了那娱乐城都快烂尾了还不放手吗？大哥，那孔云跑啥呢？肯定是因为找到那北北卷走的钱呗。那他有钱就可以还给我们了呀。就是啊，首先我可以告诉你们原因，没看到老板每次都追着我们让孔云那小子还钱吗？因为那娱乐城对我们有大用，你懂了吗？其次，你俩离我这么近是想干嘛？说话就说话，每次离这么近还有你们要亲我的，真的是追呀、啊！有充电宝吗？够了没？你不是，你怎么弄成这个球样啊？你干啥去了？笑够了没？哎呦，你的坏了！哎呦！他在哪儿啊？就在前面的村里、啊。走吧，车我都给你租好了，涡轮增压，无极变速，经典怀旧手动挡，你就跟我干吧，那就走。啥玩意儿啊？你小子怎么舍得？同志，哎，这就是你说的豪车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我担心你这车能不能一会儿中途散架了。你就放心吧，这没问题。啊？操你妈！我操！哎呦！我操！哎呦妈！谁给我灯关了吗？他妈开的破车！哎呀，哎呀，哎你，
等会儿。叫够了没？哎，你等会儿我帽子没拿。哎，着什么急呀？我操！他妈再细腻，我就是狗。哎，你可别说了，那我不也受害者吗？花了我一百大洋呢。我操！你不是这不给我吧？我，你是什么这么沉？都是文件。那孔老板是不是一样啊？走到哪儿文件都不离。你小子，哎，你别激动啊！能不能给我站住？你傻子才站着呢，你打呢？快走！给我站住！我操你！天雅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站那别跑！你站住！来这干嘛呀？生活是阮的命，不是甘愿做歹囝。干死他！做兄弟好过是，逐天千金加大衣。有时嘛会笑他。他妈的，孔一杰，快跑！你走了快跑啊！大日江湖是阮的命，不是甘愿做歹仔，做兄弟好过是，逐天千金加大衣。妈的，跑哪去了？结拜兄弟到大天。快追！又不是你，你他妈你是什么？你什么你？我怎么了我？徐天雅，我钱呢？我钱呢？徐天雅，你别他妈装哑巴！放开我！说话，什么？钱没了？你。不用你扶，跟我说，钱去哪儿了？你说话呀！完了，全他妈完了。多想了啊！
你上次是不是还说两天就能套出来？这没问题啊。好了，您放心吧，那我先过去了啊。大哥，口油战兔崽子怎么跑这么快呀？就是，他妈的，这比赛是绝对跑不了多远。哎，大哥，你看那边是不是有人影啊？好像是。嗨。大哥，这个包带上。好，这么重啊，这高音，那你这有什么用？真他妈不值。你觉得我对他还不够好？我把他像姑奶奶一样的供着，他明明知道我为了这个娱乐城把所有钱都砸进去了。是，我知道。可你说，这不也没办法吗？要怪啊，你就怪你自己，看错人了。你说，哎，行了，差不多，喝那么酒干嘛？别喝了。电话，我不接。哎，你接呀、啊！你我不接，你不接我接了啊！什么？开吧，老实点。金红啊，老婆在我手里。你老公向我要钱，知道吗？那一对狗男女，啊，你看着也不像个老实样啊。明天早上，西山见不到你。不是，怎么办现在？你报警还是怎么办现在？不管，要救你去救。记住了，我去救，你老婆我去救，你干嘛？你在这喝酒啊？是我媳妇儿又怎么样？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的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苦吗？你，心里难受啊，我心里难受啊。咋不开心啊，老妹儿？大
哥，不是我说，你绑我来真没有用。吴奶奶，快把他喊过来吧，真过不了啊。就是啊，你都不知道，我们这几天过得有多惨啊。那老妹啊，有没有用，不是你说的算的啊，知道不？你们看看清楚啊，是我把钱全跑的，他肯回来救我，开玩笑嘛？那你不是死渣女啊这？老妹啊，孔鱼的小子我也算了解，是不？会不会救你呢？喝养鱼呢，我心里还是有数的。哎，赶紧吃吧。不是，我不得不说一句啊，我挺佩服你的老妹啊。你居然把孔云那小子害得那么惨，你也是这个。嗯，好好转向。不用。不用了。这不都肉吗？大哥，咱都这样了，凑合吃吧。不是。肉呢？哎呀，就你事儿多，带我进来。去了，大哥，看我做对吗？对对对，你个厨啊，快饿死了，还不做饭去？好，好，好。老天，一天天蠢死了。自认是个文化人，长得也不磕碜吧？你在鬼家什么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没事啊。没事啊。没事儿，没事没事儿，我当然没事了。啊，不是，啥意思啊？我好吃好在供着您家粮嘛，等着您来赎。停，啥意思？啥意思？呵呵，等我死了。彪哥，今天天气不错啊。天气挺好，天气。啊，临头不对马嘴啊，彪哥。天气是挺好啊。走开了。我说孔老弟啊，看你今天也没带钱，是准备签字了吧？合同呢？哎，哥来了。钱吧，磨叽啥呢？为什么？凭什么要签这份合同？
这么些年努力赚钱，不就是为了你吗？如果你都不在了，我要这钱有什么用啊？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没事，我们一会儿就回家。手表，你还要吗？老弟啊，你在温泉这边也忙了吧？这次该签就签了吧。好，这种事啊，孔老弟啊，这次你就签吧，犹豫啥呢？不用签了，钱在这儿了。大哥，真是钱。全是现金。七十万。不用。我说孔老弟啊，你说这钱我也没点，万一你们诓我怎么办？你说是不？彪哥，钱不是给你放那儿了吗？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孔老弟啊，你看，要不你还是把字签了吧。你看，签了这字，你不仅能免除所有的债务，还能额外剩下这200多万，你说是不？钱就给你放这儿了，你爱要不要，咱们钱货两清。走，钱货两清。别激动。哦，进去。你小子懂事啊，我的车没白坐。哎呀，我要走了。小逼崽子，你干嘛？小逼崽子，陈曦啊！啊！不太危险，我赶紧走。喂，别逼啊！我操！哎呦，就是那个人偷了我们钱！我操你妈的！就是你把老太太这么惨了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醒醒呀！大哥，大哥，别死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别打我！
大哥，别太抢，钱都带着，能放我们走吗？好吗？你别了！别动，小兄弟，别紧张，枪给我，我放你们走。别动，我让你别动。大警大哥，先走，快！别动啊，小兄弟，大哥别紧张，枪给我，大哥，我让你走。别动，别动，开枪了，别动！别动，哪儿？哪儿？别动，别动！还有你，回去。说说吧，你们为什么会在工厂？我是去救我媳妇儿。嗨，那么还不是为了救他媳妇儿吗？这不是被绑去的吗？你是怎么认识雷天琪的？我并不认识雷天琪，只是那天我误上了他的出租车，然后我知道他是一个杀人犯。你跟孔瑜是什么关系？那是我哥们儿，我俩过命的交情。你知道刘德顺是谁吗？刘德顺，外号老六。哦，那你认识这个包？这个包跟我的包好像啊。这是你的钱吗？是啊，那怎么不是的？你为什么会被老六骗钱？不是一开始想着我老公没钱了吗？那他讲的天花乱坠的，我就信了呗。那笔钱又是怎么一回事？什么钱？我不知道。你的钱怎么来的？你是就为了救他这两口子，我连老家的婚房都卖了。你说房子我都搭进去了，你知道老刘是什么人吗？那当然肯定一开始不知道啊。谁知道是个骗子？你和北漂什么关系？算是债务关系吧，因为我当年建娱乐城的时候从他借了200万。北漂为什么会绑架你老婆？北漂，他是想逼我跟他签字。经过调查呢，老刘的身份我们也已经确定了，他是个惯犯。他之所以会被雷天琪绑架呢，是因为他曾经欺骗过他，被警方在码头所拘留。经过我们的现场勘查呢，现场的两个包中间确实分别装着200万，其中有一个也确实是您的。所有的情况都已经了解清楚了，我们这边也已经调查清楚，如果你所说的属实，确保无后，请在上面签字吧。